缅甸官方表示，有关灾情正进一步了解之中，相关救灾工作已经开始。距离震央较近的马德勒市的居民说，当时感到强烈震动，街上民众驻足观望，并互相打听地震的情况。另据报道，马德勒市部分地区电力中断，缅甸邻国泰国首都曼谷亦都有震感。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，地震发生在格林威治时间11:12，震央位于缅甸北部曼德勒省首府曼德勒市西北约60公里的地方，震源深度为10公里。强震过后20分钟之内，震央附近又再发生两次尼克特制5级的余震。之前震级被定为尼克特制7级。特贝震镇位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以北130几公里，伊洛瓦底江流经附近。该地区人口密度不算高，建筑以平房居多。缅甸北部今日发生强烈地震过后，缅甸副总统蔡茂康赶赴灾区视察，各项救灾工作已经展开。